一句不理你，搿些辰光蛮奇怪的，每个人呢侪会得销量算数的。你想呢，该开门刚刚恢复，大家文化水平实质冇覆盖。那么市面上的啥子卖笔记本，要么读者文摘，要么各种各样下班。但是呢，社会浪向涌现出来一大批个书人，啥个北岛了、顾城了、海子了、苏婷了，小书么大概叫门龙师啊。但只不过是年代中有几位一个人叫汪国真，汪国真个书更高的，用钢笔硬笔书法个方式传播的。搿段辰光是五四年中国产生书人最多的辰光，现在个人想想没个技能的。八零年最红的女演员呢叫雷先勤，搿些辰光最泥巴山了，帮十九岁的沈聪一来拍这本电影叫《鲜花》，但是搿本片子还不是最红，最红搿本片子呢叫《庐山恋》，女演员呢叫张瑜，只有23岁。搿本片子到最后呢，我现在眼想想大概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搿张瑜啊来电影里向扎至40几台戏上，搿些辰光没懂眼米布侪是一平片供应的。哪里没少生意的，搿点衣裳侪从香港去订着的。那么第二个女人呢，还有搿两个演员啊，辣电影里向像面孔啊，有啥？八零年就是中国电影分出过一种事体啊，而且搿些辰光是有雷曼山的，雷曼山结棍啊，八三年年档辰光雷曼山还枪毙得了。那么你都大概发现好了，因为辣九七年辰光雷曼山是废剧，搿些辰光一搞门看电视，电视里向有搿种镜头，家长也关注的，先出来看点啥物事呢？那么现在在庐山去白相，山浪向有只电影院，天天还是来放《庐山恋》。说是《庐山恋》搿本片子也是吉尼斯最高纪录，中国公映辰光最长的一本电影。像张瑜啊、沈聪啊，侪上海人哎。那么张瑜呢，辣海一只电影里向呢，拿弄只短头发，大概要烫子一烫。哎哟，搿只头发是美得不得了。那么辣盖上海南京西路高头呢，有一只老大的照片，搿只头呢叫张瑜头。搿辰光烫头发蛮复杂的，不像现在。搿辰光烫头发用好夹个，头发一剪三剪脱。下趟你有机会呢，专门再讲讲八十年代个发型。但是以我现在眼光来看呢，搿点演员还是蛮登样个。至少我认得出，还是唻。现在个演员啥人是啥人，我根本属于对勿来。搿些辰光屋里向侪是有有线广播个，有线广播呢有只叫中央广播电台。八十年代呢有档节目叫《每周一歌》，搿些辰光女台辰光放出一只歌，一直有属于红遍半边天啊。但是网上也勿得了人开始批判，讲这歌呢是属于先知靡靡之音，一种属于黄色歌曲，也李成功禁歌。搿只歌叫《乡里》，唱搿只歌的演员叫李国玉，先叫范伟亮哭脱。1983年的春节晚会，搿辰光有4门热线电话，群众呢还打电话进来点歌，不晓得搿点群众打进来是不是一听《乡里》啊？李国玉呢搿些辰光唱这只歌叫《知音》，唱好之后没把姜昆拉来。再唱一遍《乡里》。他们点播《乡里》，大家欢迎。音乐响起，所有人思绪万千。搿只歌也开启将来30年雷音音乐的新天地。你的身